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黄豆，今年呢上大姨家来住亲戚，顺便呢给他做几道菜吃。今天先做一个这个，用土豆炖鸡块。那做亲戚还得做饭家庭传统的吧。行行。刚来咱这抹布巾管着了。省了些做菜给你用。是你把它煸，把这个油全煸出来，才能香。不用装水呗？用。嗯。因为猪肉还是喝水。嗯。这勺子煸的挺好的呀。一看从南向北，那学校毕业的。属于一次上去的。一般说这日本人不是算是厨艺大成。嗯，那厨艺天天烧菜。啊，天天烧菜。嗯。这日本人他家的油下的快。煤气下的快，面也下的快了，米也下的快。对对对。咱得把这个火稍稍的涨一点。嗯嗯。涨点儿味，咱没提提味儿。有蒜没？那家？蒜有的，还没过时的。没过呢。啊，没过呢，还没过去吧。没过。今年冬天可省钱了，都在家吃。对对对，今年过年真是。猪肉炖鸡完成。完成。尝什么呀？尝那个尝尝。猪肉炖鸡。样式做法。这都扇子这块儿是好吃的，不烂烂的还。我找你盐汤少。水少。嗯。你也做出许多来。吃吧。嗯。你姑姑炒的菜不是？嗯，正好。嗯。吃。好吃。哟，土豆呗。那下头。这土豆给他了。饿了。饿吧。他这坐下，哎呦，那想走了，一口就进去了。可慢的玩意儿。你洗的。这个啥没有？嗯。为什么是这个？好吃啊。嗯，行。嗯，挺好吃。嗯哼。今年上哪玩去？啊？今年。你看啊。又吃海鲜了。嗯。快点，快一年了。嗯。啊。嗯。是吧？八月份。对。还五月份。对。上海沿还是去海边儿？对，去青岛吧。那青岛的晚餐最好了。晚餐？嗯。青岛是什么晚餐？是中国办晚餐最好的地方。能吃啥？什么？外国外。走。今天又来一个快递，买的生蚝，在网上买的，这个海鲜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，它的货好不好？哟，我不摘扣着，你们害怕呗？还摘上扣着哈？哎，先放在这里。确实水呀，你看，把那个头打扮，
这不全是石头吗？你看这个不是跟石头一样。一堆石头。清洗一下。哇，还是草的，还是草。摆在这锅里面。他们说要这个，哎，这个平的在上面，这一个一个摆起来，平面都遮着满的。你看，烧开再蒸3分钟就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吧？可以，跳出来吧。嗯。这锅呗，蒸熟了呗，我害怕没蒸熟的。出锅喽！哇，看一下这次买的这个好不好？好喽，蒸好了，你看，好大一盆。哇，好肥，你看。哇，这个都那么小啊，那么瘦，那么大。你看，我站的寂寞。嗯，开了喝的，你能你的。啊。热。啊啊啊！哦，好。哈哈。他拿了寂寞，哎，我这。你吃咋都能喝着？哇。哈哈。哎。你尝尝，马上就拿出。你站那么多干啥？你说你妈站那么多干啥？你也站那么多干啥？站一点点儿。那抢头嘛，马上就上头，可难受这个。那吃哪方子？哦，这个配芥末是最好的。嗯，苦。啊，上头。干闺女吃点了吧？啊，没有。啊？你闺女能吃海鲜吧？能吃一点。嗯。能吃吧？不吃。小孩能吃吧？是不是？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咬一大口啊！嗯。哇！一会儿这个石头声音。大口的咬。不行，配寂寞的时候要，我马上就眼泪哗哗的尿的，好辣呀！没多少肉，我，咋那么少斤石头？哎呀，俺闺女也爱吃的，你看。嗯，咋这是咸的呀？少吃。给你做个蛋。哇，这都就是那个，这个肯定是不饱满的，你看，一都煮上来了。你吃个这个芥末，你吃谁？辣得很。你爸爸。这个肚也可以吃。啊？那全是肉，那成那个筛了就。那不能晒，那个这个肉好吃。嗯。你看，找着一点缝儿。嗯。这个大有啥？这个大吃个大的吧你。哎，你吃大的。我吃大，我就。让他妈吃大。嗯，行。都有点撇过了，这个，啊，这个就小了都。好吃吧，哥？这个蒸的时间长了。啊？开锅
三分钟就行，怎么说是吧？对。好吃吧？哇，这个肉还饱满的。吃啥肉？嗯。不吃了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吃啊。不吃了，不行。我得给他马上敲一个。那个。哟，哟，你闺女，你洗下去了。有刀。哎，那肉不多啊，大是大，看那肉不多。那你，咦，哇，这个肉还肥，看挺肥的。嗯，看到没，娘姐，你吃，你来，你吃吧。这个我把这个肉去了，哎，鱼肉都没了。啊？肉都没了。把这手托着吃就行。这个吃不熟的，嚼的辣椒。好嘞，辣椒。那你闺女都辣的，这妈妈吃完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嗯，洗不出来。哎呀，哇，好好吃，好辣呀，香香啊。哇，这个水好喝！哇塞，就那样吗？再给你弄一个吧。嗯，给我闺女吃的。快给他吃进去了。啊？给咸这个。不能给他吃多了吧？吃了有一个了吧？嗯，有一个。你笑了，嘴里还有嘞。我笑嘞。有吃的高兴了，好开心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需要扣十呗？需要，就没事不用扣十吗？不要，这攒着。对，哎，宝儿，还没长料来了，还加料。嗯，那我把这个拽着了，拽不动。来。开始吧，好嘞，嘿，哇，太鲜了，哈哈，这是你的肉最筋道，筋道，对，啊，把水喝了，给那个马